之席，潘虹是完全有资格的，实力比谢娜英毫不逊色。热衷公益慈善的他，口碑和公众形象影响很好，而点赞也是网友较为支持的一个。点赞则是内地流行歌坛的一姐，音乐成就有目共睹。只是今年因健康原因，点赞几乎处于隐退状态，所以点赞的可能性太小。而且中国好声音制作方是灿星公司，当家人是那英的姐姐，而点赞和那英是有过节的。比起韩红和点赞，有位女歌手呼声更高，也更有资格，她就是奶茶刘若英。小编对此也十分赞同，刘若英完全有资格当导师。作为影视歌三栖明星，刘若英在华语歌坛是天后级别的人物，在当今还活跃在歌坛的华人女歌手中，没有几个人能和她并肩。我也痴狂，很爱很爱你，后来我们没有在一起，原来你也在这里，我不想念，分开旅行，成全，一首首情歌都脍炙人口，传唱度很高。刘若英感性和知性兼具，音乐已成至朴实欣赏用情歌唱歌的代表，音乐奖杯一大堆，因港台地区最受欢迎女歌手最佳女歌手就拿了8次。除了歌唱得好，刘若英还是才女，早年加入滚石唱片，跟随陈升。